侬好，我是老鸭说。本次视频是鸭居到竹山小学去程的第二段视频。这里是横滨市绿区的竹山团地，日语汉字团地就是居民区的意思。那么竹山团地翻译成中文就是竹山小区或者竹山新村。竹山团地往竹山小学方向是一段上坡路，所以骑车挺累的。前方是竹山中公园，右侧是竹山团地，左侧是竹山中公园。这一段都是上坡路，前方左转是竹山小学、竹山南幼稚园。竹山小学到了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哦！